魔术之蜡笔读心术，今天几分钟课堂来教大家魔术之蜡笔读心术。你将需要一盒蜡笔。第一步，魔术演示，拿出蜡笔给观众，先叫观众检查一下蜡笔。确认没问题后，转身背对观众，此时你的两手放在背后，叫观众选定一个颜色。只要你拿着那支蜡笔，根本不用看就可以说出蜡笔的颜色。第二步，魔术揭秘。如前面所说，叫观众将他选中的蜡笔放到你的手中，这时手仍然放在背后，你用指甲刮一点蜡。现在假装集中精神猜想蜡笔的颜色，偷看一下指甲，你就可以知道蜡笔的颜色了。小提示，可以用粉笔代替也是不错的主意，就不必用指甲去抠，只需要看一下手上的粉笔墨颜色就可以了。你知道吗？美国科学家研究出一种能够阅读大脑的技术，利用大脑进行扫描仪实验，能够准确猜测出参与者脑中所想的事物，准确率高达80%左右。